好久不见哦，甚是想念呐、啊！你感觉好像还都在这吗？好像没有哎。呀呀呀！发飙了！老弟就喜欢这个。哟哟哟！啊，这个卡一没用。哎，那是小牛哎。老六又要来助他一臂之力。配还是配呀、啊？为什么不配啊？啊？早点开业没用啊！这个牛，哎呀，长得油光水滑的这个牛。把老六都要急死了。快一点嘛！那个动作是做得好看，啰嗦。哎，小公仔呢？小公仔，我们那个小公仔啊，哪个小公仔？桃儿那个小公仔了，牵过来，应该可以。点完土牛，再来找这群桃儿。发现了这一部分，还有一部分没出来。夏天的牛难放，这就是早上来的早，能看到他们。大中午的过来的话，基本上是看不到牛的。看他们知道会去喝水吗？知道。哎呦，还是有记忆性的这些牛，看到这里有水就跑过去了。哎，出来了，妈！跟老六还上面去找去了，这里又出来一头，都躲在这林子里。妈，喊呀，大点声音喊！对，大白赶紧叫，把小小白喊过来。叫大点声音喊，还有几头牛没出来。今天又是陪老公找牛的一天，今天带着黑豹，黑豹今天是大功臣，真的长大了，又会放牛又会找牛了。反正一段时间不跟你来，就这个牛没看到，那个牛没看到，你是不敢进去找哈、还是太久没跟你来，这天天骗我说牛没找到，就想骗我跟你过来，一个人无聊是吧？你是无聊还是不敢进去呢？一个人没有大可看。啊？你怕来福等下又掉头，连狗都掉头，我就更加不敢去。坐一下在这里。嗯，这里好凉快。哎，还是早上过来好凉快，好早。夸下黑豹啊，黑豹今天大功夫。坐坐，要给他加鸡腿耶，越来越有以前那个黑仔的影子了。加狗腿。加牛腿。你看那个像五千还在找他的牛仔。你牛仔在前面。没吧，找到牛了，我们这赶牛的任务就可以交给黑豹了哈。是不是有模有样的，来看看主人来了没。不愧是天生放牛放羊的狗，可以啊。看回去轻轻地咬那个小牛的腿。哦，